传说宇宙混沌之初，有盘古上神开天辟地，接着女娲上神团土造人。停，干嘛？这些我都知道，讲重点。这里是哪？盟界，准确的说是妖界。目前已知的世界分为天界、凡界和冥界。天界主要是神仙们住的地方。那银河系呢？宇宙呢？那是天界的第33重天。冥界是万物生灵死后轮回的地方。轮回？那盟界呢？别急，当年女娲上神团土造人，万物生灵就此诞生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凡界被分为了人界和盟界。平行世界？差不多吧。一直以来，人界崇尚科技文明，盟界追求修仙得道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人界出现了一次大事，出现了类似时空虫洞的东西，两界可以自由出入。盟界的一些高级的妖魔就跑来人界抓人了。抓人？为什么要抓人啊？因为人界人类的灵魂可是炼丹的上等材料啊。炼丹？炼丹，盟界相传用人界人类的灵魂炼丹就可以增强自己的法力。为什么要增强法力啊？征服世界？这样就有机会位列仙班啊。位列仙班去天界生活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自由自在，不再被任何人欺负吧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总之增强法力就是万物的最高精神追求。啊，好无聊的世界啊。在那些妖魔眼中，咱们人类每天上学考试也很无聊吧。也对，这么说来我们人类就是他们的经验包咯。差不多吧，不过经验包也分大中小，能被他们盯上的都是大经验包。你要落到那两个妖魔手上，一定会被拿去炼丹，死路一条。好了，我讲完了，接下来是提问时间。那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？要躲避妖魔。盟界的白天时间特别短，只有四个时辰，剩下的八个时辰里全部都是黑夜。白天大部分妖魔都会休息，但到了黑夜，当两个月亮同时出现时，盟界可就危险了。白天也没安全到哪里去好吗？怎么了？嘘，洞外有人。那个吃人的萝莉追上来了。不，不像。我说掌门师兄，你不会搞错了吧？这鬼地方连只苍蝇都没有。哼，人能藏哪儿？我的追影灵是不会错的，而且这里的确弥漫着助学伞的气味，应该就在附近。我去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追魂铃、助血伞，反正师父的法宝你都用过，我连摸都不让摸。上次我又玩他的八卦镜，还被骂了个狗血淋头，现在怎么着还不是让人给偷了？不过也好，要不是出了这事儿，咱们也没机会来盟界溜达呢。所以照我说，像咱们这种长相帅气还这么有本事的男人，早应该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了，整天跟着师父打坐冥想太屈才了。法术的修为终是有限，但心法的领悟却无止境。哎呀，烦死了，难得出来一趟，能不能不要跟我来师父那套啊？我不管，我早就想抓几个小妖练一练了。哼，说来就来了，这妖气修行至少也有500年了吧。可惜了，遇到了小爷我。等一下，你又想干嘛？他的妖气非比寻常，似乎还有一丝仙气。仙气？就这畜生
师兄，你让开，我可不想误伤你。有点意思，引雷诀，惊雷。切，不自量力的小妖。不过，既然你喜欢近身战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六师弟，引雷诀护体。啥？凶辉消散，道气长存。起。你干嘛？不要多管闲事。你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扯淡。